所以有钱人大企业家是有大企业家很烦恼的事情啊。我要跟各位讲一个事情，台湾的大经营之神叫做王永庆先生，他曾经上山去找过吸引大师，去请教过大师一些问题，大师就开玩笑说，你看王永庆这么会经营，他要上山来找我，不需要去他们的公司找他，因为我们出家人没什么烦恼的，我们没有，所以其实不，这个不是我们要呵斥钱财，而是说钱财我们怎么善用它。所以我其实我们做一个富贵人生很简单，第一个你只要知足你就很富有，第二你只要健康，把自己照顾好，身体健康，你就是很珍贵的人生。所以各位，你只要知足健康，你走出去你就到处回去，是富贵人生啊，我很富贵了。所以富贵容易不容易？很容易耶。第三个呢，你碰到好朋友，很正派的，正有质有量有多文，正派的朋友你就是最好亲人。所以你怕交到坏朋友，然后呢涅槃就是说自在解脱，自在放得下就是最快乐的。所以容易不容易？你们今天送给你们四大的一，所以常务安心告诉我说，钱财要从慢慢的累积，小从小的慢慢累积，就好像蜜蜂采蜜，蜜蜂采蜜是采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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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你就会累积你的财宝，就会越来越多，就不会损失损伤。我们不要去羡慕说哦他很有钱啊，那个人太富有了啊。好，第六个叫观语言自在，观语自在。我们常讲说一个人讲祸从口出，祸从口出，口里面好像一把斧头，讲话好利哦，很伤人的。我就讲我们的口有四个大毛病，叫什么？说谎、打妄语、两舌。一个人怎么有两条舌头啊？一条舌头中讲中家长，一条讲你家短，还有什么恶口？讲话一出口就骂人的，还有什么花言巧语、拍马屁的。好，我现在举一些例子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讲，巧言令色，鲜于人。两舌啊，我们人哦，很容易被人家一句话就打一屁打过家。譬如说，你跟某一个人很好，有一天一个人跟人讲说，哎，某某人啊，你要小心你那个死党朋友，你那个朋友哦，我觉得他不应该在背后讲你那些话。啊，那你就很好奇啦，他说了什么？啊，其实我觉得你并不是他讲的那样的人啊，他究竟说了什么？我觉得他太不应该了，他就随便乱造谣你了，他就讲，哎，你就当做我没有讲吧，讲了老半天，有没有讲出个所以来？没有，然后你就自己去想啊，谣言是不是这样飞啊？就很容易被一屁就打过家的，两舌。所以我们说是非止于智者，人家要跟你造谣，你就讲，你就是说没有那个，你就不相信，就不会了。我们讲到这个恶口啊，有人就骂人骂习惯。我讲两个故事给你听，一个大智度里面的故事，说啊，一个释迦牟尼佛一个徒弟啊，他是一个波罗汉果位的圣弟子，已经证得神通，所以他每天要从恒河的这一岸到恒河的那一岸去托钵。那他就叫那个恒河神说：“恒河，臭丫头，有办法小丫头，臭丫头，让开一条路来，到好像摩西过那个红海哈，那个河就分开，他就过去了。”然后就说：“我恒河臭丫头，谢谢你。”这恒河神啊，哎呀，我每天要让河让你走啊，被你骂两次，就一撞就告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，告到佛陀那里去。所以佛陀也很难做事，老师不好当哎，学生惹祸，对不对？就跟如此一讲，佛陀说：“你有没有这样骂他？”有，起来跟他道歉。他说：“恒河臭丫头，对不起。”他又骂他一声臭丫头。佛陀说：“各位弟子们、学生们，你们听听看，可见我们平常讲养成，所以信大师推动说好话的运动重要不重要？那养成说好话的运动，你就是骂人习惯，你连说好话都骂。有一个婆婆啊，她那个媳妇啊，嫁给他们家三年，她就很嫌弃这个媳妇，东嫌西嫌，没有一次满意的。这个媳妇啊，
就不知道怎么样讨好婆婆。后来他听说这个婆婆去学佛了，研究佛学，去一个佛塔temple，那很喜欢吃素菜，这媳妇就去学素菜啊，学做了很好吃的素菜、啊。然后有一天就很用心煮给婆婆吃，就在旁边观察婆婆吃的好不好吃啊。那婆婆就一块跟一个筷子啊，就这样夹着吃啊，夹着吃，哇，眉开眼笑的。那媳妇就好放心了，三年来嫁给他们家，没有看婆婆这么高兴，对的，正要放下一颗心，那婆婆突然间把筷子啪一丢，你这么可恶，这么好吃的菜刀这么久才煮给我吃，还是骂他的，所以不是说哦恶口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啥语言哈、啊，所以没有关系别人，但是我们对别人我们不要不介意啊，所以口德啊。一个人修口德非常重要，说观言自在哈。《论语》里面有一个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曾生，曾生是孔子的弟子当中最孝顺的、最乖的，所以孔子就讲生也如，曾生是一个很老实、憨厚、笨笨的，不是很灵巧的一个学生。未来我的儒家、我的学说是他来传播的。那因为曾生很孝顺，很善良。有一天曾生的妈妈，曾子的妈妈在织布，织布有一个人跑来说，你还在这里啊，你们家的曾子杀人了。那个妈妈瞪他一眼，怎么可能，我们曾子啊，连鸡都不敢杀，蚊子都不敢打，不理他，继续织布走了。不久十分钟又一个人说，你还安坐在这个地方，你还不赶快跑啊，你们曾生杀人了，今天快被抓了。这个妈妈开始啊，真的吗，我们曾生杀人了吗？然后呢过不久第三个人说，你们真生杀人，那个妈妈还来不及把那个梭啊一丢跑走了。所以那个谣言讲三遍是会变真的，所以观语自在。你们如果说你老公，我看到你老公跟哪一个女的在那个 coffee shop 和 Starbucks， 你还不赶快去，你还不相信、你听三遍，所以就叫做观语言自在，能不能做到？最容易被人家影响，啊、哦，那你叫如如动，所以不要被语言被一屁打过家啊、哦。所以《国经》里面讲叫四一直，我们要一那个人讲话，不要在语言上面挑剔，要他讲话里面的含义是什么。所以这个佛陀有个四个功德，叫四无畏法。所谓四无畏，就是说听到人家赞叹，他也不会欢喜；听到人家诽谤，他也干嘛？他也不在意，哦，这就叫做观语言自在。那么严格上来讲，闻过则喜。第七个叫观人自在。这个佛教的七八股当中有两个跟人有关系，就是说相爱的人离开了，离别；讨厌的人冤成会。譬如说，我们各位移民到加拿大来，有的人是家里人在哪里，有没有？或者说我们到这里来留学啊。哎呀，天天打国际电话，我想你耶，那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哎呀，还要一阵子呢，我不赶快回来吗？我把它安排好，就这样。这喜欢的人给你，是不是挂念啊？讨厌的人，我冤家路窄，我好不容易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，他也跑来了。哦，我们这么倒霉，这叫做冤成鬼，这不是冤家路窄吗？都要超越。所以啊，我们说这个人啊，所以叫做。与人结缘，什么人都好啊、哦，好人坏人，男人女人，高矮胖瘦，哎，没关系。所以我们说要学佛陀说，把任何人都看成是我独生的孩子，还不止这样，生了重病的孩子，你是不是对他那个爱？那个父母有两几个孩子，对那个重病的孩子，是不是他的爱心是不是更多啊、哦？所以佛教讲啊，说哦，不念旧恶，他把我打成什么恶？不念旧恶，我已经讲到不念旧恶去了啊。这个不念这个旧的一个仇恨，不是饿肚子的错掉哈、啊。怨亲平等，冤家亲人通通都是一样的啊。因为那个八苦我没有时间讲，是生老病死苦啊。他在那里生老病死苦，生当然苦啊，生下来顺产难产，苦苦。苦啊，所以小孩子出来一定是的，哭啊哭啊，他有你有看一个婴儿出来说哈哈哈我来了，有吗？没有，一定是哭着来的啊。
所以生苦苦福，劳苦苦哦，劳苦啊，行动不便啊，病苦苦苦啊，死亡有准备当然不害怕哦。讲到生老病死，我送给各位啊，最后再来讲哦，我最后的命那个宝贝啊，要给各位一个命 ，OK。这个教授说，不管是什么苦啊，爱别离啊，怨嗔恚啊，求不得苦啊。我说我是一个男孩子，我喜欢一个女孩子，我每天我开始追她，每天送她一朵玫瑰花，每天写个 email 给她，每天站在窗下对她唱着叫我如何不想她，她怎么还不嫁给我呢？不行嘛，是不是求不得啊？求不得苦苦苦。哦，股票高高一直跌，苦苦苦，全部得了很多苦啊、哦，还有个轮回的苦，再来做人，再来做人。好，不管怎样呢，要在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就说一定要超越这些出来。然后呢，观人是在当中，佛陀讲说，我们不要念那个人去年说我什么话，我就挂念到去年。哦，那个人三年前对我做了一件对不起的事情。你苦不苦？你是不是背在这里啊？你小小的心背了一堆东西，你怎么不会夹心症啊？你怎么不会心律不整啊？当然是啊，太辛苦了，心太苦了哈、哦。再来，佛陀说，提婆达多，纵然打击我的人，通通都是我的善知识。北宋啊，有一个苏东坡啊、哦，他写的，他跟他的弟弟离别的时候，这首说的很好玩。他说：“近别不敢留，远别涕沾胸。”有没有出来？我看不到哈。咫尺不相见，时已千里通。人生无离别，谁知恩爱重？我们暂时离别的，比方说我现在待会下课啦，结束我们暂时的离别，近别不会改变我们的一个心境嘛。我待会会跟你再见说，再见啦，再见啦，你们保重好，会吗？不会嘛。好，那远别呢？说今天在机场送别了，可能几年后呢，是不是就舍不得啊？啊，所以远别会替沾胸，但是人生没有离别，怎么知道原来我们感情这么好？